President, would you consider having the United States not pay its debt obligations to China as punishment for the virus? Well, I can do it differently. I can do the same thing, but even for more money, just by putting on tariffs.大家好，我是老一丁哈。首先今日要来讲一个甲疫情有关系哈。但是呢，这疫情慢慢啊，规个人估计来讲，六月底会大概主流会过去啊呢。哦，疫情过了，国际局势会安怎转变？啊，美国甲强辉啊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或者啊，今仔日有一个新闻真重要哦。美国总统川普讲吼，啊，你中国若无要赔偿，吼。无承认，阁无赔偿，安尼我要甲你中国吼，甲美国买的这个国际国债吼，阁袂瘾付钱啦，袂瘾付就袂瘾还啊，债就是我甲你借钱嘛，吼，啊借钱借了，你讲我唔还，啊唔还就或者呢，一条一千亿的美金，我咧惊死啦，这个数字若真正，川普若真安尼创的吼，哇，这到底当吼，啊，这绝对美中关系拍歹到一个足严重的程度。所以这大新闻哦，但是咱即摆会想，有几项第一点，美国现在要用这，伊即摆是讲要延年啦吼，要研究是咪要甲你，好，你中国，因为国债是中国政府甲美国政府买的哦，啊买的我袂瘾还你，我这，哦，伊有那么严重吗？这做生意哪会当做做啥？哦，规块倒来物件那个偏糊糊掉，哦，糊了顶来。哇，这个但是严重吼，但是川普原来就来，首先咱有几个角度看吼，这无同个角度。第一点，是毋是这个物件内底根本就是中国甲美国的一种战争啊啦？这其实进入准战了。伊一条我早伫只个古话前，我就一直感觉，这嘛真有可能哦，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一个生化战争哦。这个角度有人讲到可怜啊，这引起世界大战呢？哦，唔是你甲看数字，哦，当然我无啥相信中国的公布迄个讲，伊即马到目前为止，哦，中国肺炎迄个死的讲怎调伫迄个三千几个呀？哦，啊，对的讲，我怎停伫八万几个？后来讲伫哈尔滨啊，对，佫有加几个，总数就停在那边了。8万多个被感染，3000多个死亡。啊，你若用迄、那个。经过两个月，美国竟然即马是160几万感染，已经死68000个。你只是68000哦？68000。68000。你这就是一个发动攻击的这个生化战争了啊！你若以结果来看，李威阿强阿讲的公布的数字计，哦，你嘛对，我嘛对，安尼都唔是生化战争。啊，若你对，我未对，还是我对足少的，你对足多。啊，这以结果看，有可能就是。中国对美国发动生化战，不止美国啊！你去看欧洲，所有较亲密的国家，英国、哦，什么德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，总对啊！哦，那以这个角度讲，川普即摆用，哦，你讲你唔是中国，当然我管无啦，这唔是这，我过了较好，你过无，这唔是生化战争。阿强一定安尼讲嘛，但美国讲你讲无，我也无在讲证明你。但我请川普的讲是讲，我已经找到源头伫武汉。什么工作室？批次生化实验。生化实验是做出来的证据啊！当然，川普讲，伊讲有证据，还未公布。不管哪，你若用这个代价当作是，不管是试验无好势，老大是挑工的，哦，挑工这就是生化战争嘛，哦，啊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其中只要有一种源头在武汉，过来故意的，哇，这都够严重啊！过来够人咧办钞票啊，哦。扮小丑就是谭德赛，搁底下你外靠你个，这部分电面机，如果这些条件都符合，啊，你用生化战来我，甲你个你过去甲我买的国债，因为国债现在中国会买遐济，反正中国这几年赚足济钱个，外汇出足济钱个，哦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甲美国个美国美金吼、哦、买入来家己内底，互伊变作一个吼、哦，这个美金较值得信任嘛。啊、中共啦，拥有很多美金，
我是你的债主哦，你袂使想计较。啊，但是是世界经济平稳运作的情况，啊，即马美国用这個，我钱袂瘾用你，你的国债袂瘾拿你，我这这代志大条。哎，平白损失，1兆1000亿美金哦，哦，啊，这当然这变成惩罚的方式。这是第一种，如果它是一个中国对美国发动的生化战争，美国用这个赖账的方式给它回击，讲也差不多尔啦，哦，就是战争的种类，只是无看到飞弹，无看到爆炸的战争，啊，它两个都在打仗，这样搞来搞去也不奇怪。这第一，第二个角度，咱爱对啥看？爱对川普，伊即马嘛特别选举啊呢，哦，咱年初选了，啊，即马哦，咱一个例子提供一个新闻的话，讲哎。德州吼，Texas 就是美国吼，美国同大州的大概即马就是加州、德州这拢属于大州的啊。德州这过去四年前是共和党的大本营，川普底下是赢希拉里哦，哦，但即马的民调讲哈，民主党迄个啥，拜登哦，拜登甲川普做民调哈，川普输去啊，输是输啦，也无输介济，但是问题你爱知迄个德克萨斯州的是。共和党的人较侪，选民较侪，所以竞争水，川普会紧张。我问，咱将心比心，川普会惊死。我咧靠，要连任，啊，即就说民调说变做民主党较赢，啊，大概即变啥？真有可能美国就个万年，因为你也看死啊侪人，死6万要到7万啊，哦，啊，佫160几万丢掉，啊，规个美国迄、那个，哦，啊，佮这个气氛真歹啊，哦，美国人本来足开放、足自由，即摆大家戴口罩。古早美国人因戴口罩是有病的人才戴口罩，即摆实在，咱做侪人拢有病，所以迄个民伊嘛会，当然大家有一部分人伊会支持川普啦，就像咱台湾，嘛有做侪人讲好，突然蔡英文、陈时中安那讲，我拢听，哦，但是一定嘛有人伫咧干叫，啊，就是你安尼乱舞乱创，啊你，啥，啊无人台湾那做甲好，你川普那做袂好，因为安尼嘛会较叫啊，哎，啊叫变啦。他要有一个发泄口，如果站在选举的角度，川普要有一个哦发泄口，啊，这都叫中国害到7600，哦，不但中国，现在川普会攻击这个谭德赛，讲要把迄个一年四个至五个美金要甲冻起，啊，就是伊嘛爱找发泄口，和民众知讲啊，美国即个会变甲哦死要甲7万个，这哦未使怪政府，爱怪世卫哦。WHO 爱怪强辉啊，强辉隐瞒疫情。讲实，我是认为强辉啊，真正隐瞒，而且是恶意。来，我即摆去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。哦，这经济学报纸嘛滴。哎，一月就是农历过年，今年农历过年是伫1月20几号。哦，1月20几号，其实中国的资讯早一早就知影嘛，早就知影武汉肺炎。结果过年迄个长假佫放五连续放500几万的早。照顾人去咯，还袂煞。伊放了，到二月初已经确定啊，这人传人啊，哦，徐春英就已经传入去其他省市了嘛，哦。那确定人传人以后，伊已经禁止武汉封城啊。武汉大概回想一下，武汉封城之后，哎，他已经不能到其他的各省，袂当去河南，袂当去河北，袂当去安徽，袂当去江苏，袂当去湖南，都袂使去啊。竟然还阁有要到一个月前，拢还是还阁会使去外国。我问大家，安尼是毋是调岗的？他已经共匪哦，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准那个武汉的人跑到，就是那个放了5万500多万人以后，他然后惊觉到说啊，这代志大条，紧动起。啊，你袂当放入去国内其他哦，中国国内其他的先驱，真简单。同样的很简单的事，你当然嘛袂使共放去国外，歹势，放去国外伊无动哦，互伊继续走去意大利，走去日本，走去南，唔知全世界哪传到，哦，以这个角度看，你讲伊他是不是一个，你挑工用出来演出来的生化战？我觉得是，哦，就我讲这是爱负责，全世界可能敢那，这个台湾的这个小震动，这个大震动，哦，安尼讲这是生化战，欸这个不奇怪呢，就是真的这样搞的哦。不，阿官你妈讲一下，咱以后有机会再专门来讨论讲，既然关系已经不干呢，川普基于他可能是生化战，很可能哦。第二个，基于自己选举要保护自己，我去让你阿强害到七千六百，搞不好我也选不掉呢。
伊爱十，伊啊做十二月西趟进兵，哦，我要把我对我证明说是你害我的，证明是你世卫组织坑我的，证明美国这次那么惨，哦，我川普有努力过，但是被中国被谭德赛害得半死，伊爱把这个讯息出去，所以做这个动作，我感觉合理。咱袂使讲，川普掠讲哎，无掠讲，伊安尼做是巧的。讲实在，伊也无安尼做，大家钱乌白晒晒晒，川普规头壳拢中钱，伊刺猬。好，所以大家看这视频，阿知影，川普做伊做这个动作，不纯粹是作秀哦，伊有反击的意思在底。哦，啊，讲真嘞，拿这条一条一千亿美金的阿强啊，甲美国买的国债，那真正不爱用。真正不爱用，哇！注意啊，哦，这世界这个经济发生足大的这个大变动，哦，咱下集来讲这个经济面、军事面，这个美中关系发生什么变动，咱下集空中再会，拜拜。